要签名吗？谁啊？要比场吗？装备哥哦，我每天 U Bike 上下班，你看起来也还好嘛。要告一圈吗？啊？啊？好啊。Ready, five, four, three, two, one, go. Yeah.我跟你说啦，装备哥不好啦，啊，你怎么吃药啊？对吧？七叔还嘴人，吃威尔刚呢？威尔刚你们知？你练体育系的对吧？体能向你好，安尼不公平啊！我跟你讲啊，让我啊三圈六公里啊，啊你先让我三十秒啊，安尼讲对不对？对，过来。哦，这下车就轻着，当然赢我嘛。阿伯，安尼啊，我赢哦，这台车给我啦，安尼讲好不？啊？你以为是玩命关头、哦？啊，是第几集？哎呀，我天母封底锁啦，我无路更头尔啦。Four, three, two, one, go！ 脚撑到天啊，干！已经过了五秒了。十五秒，倒数十秒，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 ，Go！很厉害啦，订阅你啦，叫什么？泽瑞 Jelly。好啦，我们今天差不多这边结束喽。刚所有拍摄的一切啊，其实是纯属虚构啦。
但我们是很认真真的有参加过这样的一场比赛哦。那重点是要跟大家传递的啊，是不管你的车子啊太便宜或是太贵，最重要的啊其实还是腿力先决啊。你如果没有训练，骑再好的车也没有用啊。对了，跟大家介绍一下，其实他是我们频道的设计师啊，因为他被我应邀来参加这次的拍摄，就是我们频道啊没有一个很像上班族的角色，只有他很像，所以大家不要就是真的觉得他很北兰，他实际上不是这样啊。好了，我是你的教练 Darren， 你要讲名字吗？不用。好，我们下一集见，拜拜。不用什么啦，你要被关切，快点啦。阿尼，准备哥哦，你怎么加油啊？我每天都 U bike 上下班，你看起来没多厉害嘛？来盖圈呢、啊？啊？要吗？要不要？好啊。Hello， 大家，我是哲瑞教练。我们频道一直以来啊，到现在其实都是一些有关于跑步啊，或是自行车的一些训练或教学分享。那其实一直以来在留言当中，有常常会有比较一些专业性的问题，包括他的训练内容啊，或是课表上的咨询。但往往透过留言呢、啊，没有办法非常全面的回答到大家。所以，我们频道即将开启订阅会员啦。那开启订阅会员有什么好处呢？首先，我们分为三个等级。那第一个会员资格呢，是肉脚车手，也就是每个月小额资助75元赞助我们频道。那透过这样的赞助呢，你可以获得的包括会员专属影片，就是我们偶尔会有一些漏网镜头啊，都会在专属会员里面来做播放哦。那我们也会在每季不定期的举办约跑或是约骑的活动，因为常常会有人问说，哎、欸，教练，你有没有要到哪里骑车啊，或是跑步？我们接下来只要参加会员资格，我们每3个月就会举办一次约跑或是约骑，欢迎加入我们的肉脚车手，就可以免费参加这样的约骑活动哦。那在肉脚车手呢，还可以加入这个专属的赖社群。那LINE社群当中呢，我也会亲自在里面哦。那我们在里面呢、啊，就会不定期的分享一些不管是团购优惠啊，甚至是我们免费的团练资讯。加入LINE社群当中之后，我们就可以直接面对面的对谈咯。那最后一个好处呢，就是我们其实不定期会收到厂商的这些公关品啦。那偶尔我也会跟厂商争取一些可以拿出来抽奖分享给大家的这些赞助产品。那这个东西呢，就只有会员资格才会有的哦。所以你只要每个月小额资助75元，你也可以获得这样的抽奖资格。那我们接下来第二个等级呢，就是业余跑者啦。如果你加入业余跑者呢，除了可以享有刚刚讲的所有这些会员资格之外，你还可以享有的就是我们每个月会固定举办会员专属的直播活动。那在直播活动当中啊，你就可以直接透过留言，然后来做一些课表上或是训练上的一些咨询，我也会直接第一线的回馈给大家哦。那业余跑者除了直播活动之外，你每季只要参加我们的团练活动啊，还会享有特别的一些小礼物哦。所以大家每季一定要来跟我们一起团跑或是约骑哦。那最后一个也就是最高规格的职业跑者啦。那如果你加入职业跑者呢，是以每个月300元的费用就可以加入这样的会员资格。那除了享有刚刚前面两个讲的所有会员资格之外，最特别的是啊，你还可以参加每个月一次属于我个人跑团的免费体验哦。那除了这个免费体验之外啊，我们在每半年会推出一个哲瑞 Jerry 的周边产品，这也只有职业跑者以上的会员资格才可以获得拥有这样的周边产品哦。好啦，我在LINE社群等大家加入哦，欢迎大家一起加入我们的会员频道，我们到时候见。